出来就是一个呢。对呀、啊，我一放这边纸，我就那你那个几倍是什么意思？好，然后呢？好，我们这样，为了加快时间和淘汰的效率，考验大家对西西究竟是不是真爱，所以我们五位选手共同听西西的指挥，做得到吗？好，好，共同听指挥哈。来，我们稍微斜一点，好，我们稍微站斜一点好吗？就是斜成一个圆弧形，这样大家比较好判断你们到底有没有看错。面向观众，来，这边，咱们就是斜成一个圆弧形，这样好判断，好吗？好，来，西西稍微侧一点，来八号室，观众注意了，今天抽看了 ，OK。大家都好担心错过任何一个关键的口令被淘汰掉啊！一二三，看这边。这是什么？全被淘汰了！你选，你选，你选啥？这个男生。哎呀，这个你是不是太了解规则吗？现在都没有跟我说。刚刚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对不对？的重庆男人就指哪儿打哪儿，女神的意愿哈。好，我们下一轮你再继续哈。一二三，看这边。对，我们继续可以加快速度，快一点。一二，连着的是吗？对。一二三，看这边。一二三，看这边。好，并没有看到。拜拜。这样好像每一个人都更想被淘汰掉了。一二三，看这边。一二三，看这边。好聪明！一二三，看这边。一二三，看这边。好，速度加快。一二三，看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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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反的方向，好，接下来西西，比如说你指左边，他们就必须看右边，你指上面必须看下面了。好吧，我们来玩相反的方向，加大难度了。一二三，看这边。一二三，看这边。这位女生，虽然你经历了重重的考验，但是你刚刚是不是有看这边？对哦，你被淘汰了。这两位才是真金不怕火来炼哈、啊！你们二位究竟怕了？来，最后的角逐 PK 出谁会是冠军呢？我觉得怎么样都不会输了，他们两个。哎，那个，我觉得他们两个。一二三，看这边。输了。相反的嘛，吃饭没敢，我回去吃饭吧。你们也一会儿可以在工作人员那里领取我们这个邮递三种爱情提供的金杯小礼品一份，谢谢你们的参加。好，那我们应广大粉丝的要求哈，今天还要特地教西西一句重庆的话来帮助我们这个票房可以大卖。来，有请这位粉丝。因为这是重庆是第三种爱情的首站嘛，那么我就只要细细说一句重庆话，意思就是第三种爱情票房大卖，然后用重庆话就说就是第三种爱情。你要不要说完我一起讲？第三种爱情票房凶险。第三种爱情票房凶险。说得非常好，而且还有我们这个重庆人的重庆话当中的气势如虹在里面哈、对，非常应景。咱们影城也有一个票房大卖，翻译成重庆话的就是票房凶器的一个牌子，要送给你。好，来，我们一起和票房大卖合影留念哈，纪念这个时刻。
但这边脸是花的，在我后面。看着我，你还是有阴影的吧？我看来没有。谢谢，非常感谢约米影城送出了很有心的这个小礼物哈。那么同样呢，我们的影迷和粉丝在西西今天在 UME 的最后一站呢，也是有小礼物要送上呢。好，我们有请。哇哇，你的礼物要见证了，哇，你好幸运的。好，谢谢。Give me five。这几天肯定挺辛苦的，注意身体。祝三个还不漂亮，咱们。谢谢，怎样？你先上吧，我再吃。然后说的话再打个耶，好，身体，好，谢谢。对，我们最后还有一个大合影的环节，来，大家都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哈。我们把所有的灯牌都举起来。大家知道重庆的夜景是非常美的，但是今天很辛苦，不一定能够看到夜景，我们就把这个灯牌举起来，让西西来感受一下我们用热情的这个灯牌，还有取得的这个合照的效果。你都没关了，我一直在那边，好不好？你录没得？录没得那个？没有。啊？第三种爱情票房大卖，一二三，票房大卖，再票房雄起一次好吗？一二三，票房雄起。好好的，谢谢，谢谢大家。